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集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收割胡枫嘅生平故事，同埋佢嘅电影作品。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《丽的电视》《亚洲电视》1975年《海角风云》1976年《十大奇案之老鹰》1976年《三国春秋》胡枫饰演孙权，1977年《浪淘沙》胡枫饰演张浩川，1977年《大家姐与大狂魔》，1977年《电视人》胡枫饰演程文祖，1978年《追逐》胡枫饰演李仲文，1978年《十二生肖》，1985年《捉鬼奇兵》，1986年《秦始皇》胡枫饰演燕王喜，1986年《通灵》胡枫饰演李文彪，1986年《我儿万岁》胡枫饰演卢永才，1987年《吕布快》，1987年《家人有难》胡枫饰演渠释文，1987年《红尘》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《无线电视》，1988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都市方程式》胡枫饰演杨文正，二《誓不低头》胡枫饰演曹珠，1989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金装季节》，二《义不容情》胡枫饰演李全，1990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我本善良》胡枫饰演石常春，二《恋爱快拍》胡枫饰演康亨利，三《同居三人组》，四《朝阳》。1991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我是黄飞鸿》胡枫饰演鬼脚七，二《打工贵族》胡枫饰演郭振星，三《命运快车》胡枫饰演徐金发，四《怒海孤鸿》胡枫饰演符从富，五《老友鬼鬼》胡枫饰演卓斌。1992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破茧边缘》胡枫饰演古瑞祥，二《龙影侠》胡枫饰演童启发，三《他来自天堂》胡枫饰演黎启泰，四《极度空灵之入梦》胡枫饰演邓教授。1993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飞星寻龙》胡枫饰演游天定，二《大头六衣斗僵尸》胡枫饰演海洋威，三《少年五虎》胡枫饰演陈同志。1993到1994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开心华之里》胡枫饰演情深，1995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男人四十一头家》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二《一切从失踪开始》胡枫饰演张德熙。1996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廉政行动组》胡枫饰演杨伟棠，二《僵尸复生》胡枫饰演江郎才，三《河东思敲》胡枫饰演陈福任。1997年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视剧有一《当女人爱上男人》，二《皇家反迁组》胡枫饰演江瑶坤，三《藏王宋世杰》胡枫饰演宋寿亭，四《美味天王》胡枫饰演胡修修，五《鉴证实录》胡枫饰演陆伟聪，上海武王。好，胡枫嘅生平事迹今日就讲到呢度，明天继续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你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拜拜，明天见。